教育部长蒋介石今天下午赠送一枚文艺奖章和奖状给德国文化中心代表施洪墨，以感谢他过去三年对中德文化交流所做的贡献。奖状中褒奖施洪墨对设置留德学生奖学金、建筑图书馆、对中德艺术的弘扬、贸易的增进、中德文化的交流、人民友谊的促进有很大的贡献。施洪墨明天将飞回德国度假5个月。